之截至106年12月31日止，待弥补亏损金额为新台币144,293,542元。为弥补亏损，以改善财务结构，拟减少实收资本额新台币144,293,550元，并消除已发行股份14,429,545股，每股新台币10元。为改善财务结构，提高未来之每股获利能力与净值，经董事会决议，拟依公司法168条之1规定，办理减少实收资本额11,750,057,550元，以弥补累计亏损，消除已发行股份11,370,2,755股，用以弥补截至106年10月30日止之累计亏损，并提请107年股东常会讨论。依目前实收资本额90,3,434,9,490元计算，减之后实收资本额将为78,9,682,1,940元，发行股份为7,8,968,2,194股，减资比例为12.591139%，预期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及提高每股获利表现。确切作业时间将在本年度股东常会通过减资弥补亏损案，并送请主管机关核准后，由董事会另行订定时程表。